大爆射！有，他断了，我已经不知道这把怎么输了。六连败靠我断了，我们是不是该送他七连败？关刀就有，关刀就有，关刀就有，我该七连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什么六百秒？我直接永奔的，我这边我现在都直接永奔的。哎呀，不想让人家控制我的情绪啊。我直接永奔送他一张，行，我控制不了他的手，但我能控制他的账号，直接永奔送一波，帅不帅？我是真的很想上厕所，各位。我不行了，只有这个世界，我直接最凶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再带复活的，小心擦肩走火。我受不了。欢迎来到传说对决，来了就来了，超凶型主播。哦，我刚刚没有那个时间去，你们知道吗？请我吃柠檬是不用啦，给我钱我可以自己去买啦。行啊，我用加快加快，我很凶的，我是直接带死亡诅咒的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平常我是带复活，我这把直接带那个，很秀的。可以点开训练营，点开训练营是比较能撑比较久，比较不会，对，比较不会那个突然就不见了。哎呦，我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大爆射，熊当 double kill， 熊吗？各位，我直接再带一波上塔，直接压掉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紧是真的有水准，真的。请求集合，正在路上。可以压。逢场作秀，再一杀。下课谢谢，漂不漂亮？这开局。超绝，各位，三颗头的锦，我已经不知道这把怎么输了。渣渣，这把到底怎么输？一只野兽拿到三颗头，然后收王爆了一座外塔，回去下路还有满满的野区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把怎么输。各位，打野哦，我跟你讲，每一只角色你们不用注意任何的细节，就是都不要死，各位，你们死了就没有经济了，你们死了就会变穷，对，所以基本上不要死。那如果说你没死的情况，你就可以一直持续做事，你永远会比对手快，可能十秒、二十秒。那你死了，你就会慢对手十秒、二十秒。哎，明明为什么对手先 gank 啊？那是因为你死了。对，就是这游戏就长这样，这就是节奏。为什么没人帮我？啊！亲一次我的亲戚，太凶了。OK， 有那个味道咯，有没有？你们看我这种顺风吃龙，你们不觉得好像？你好像已经出了圣剑在吃龙的感觉吗？你们不觉得吗？对不对？你们不觉得吗？六连败靠我断了。我问一句，聊天室的，我们是不是该送他七连败？我们这么的和平友善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送他七连败？对不对？拜托不要我听得到啊啊、哦哦！对不起啊、哦，对不起啊、哦，我也他听不到。行，OK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来大爆射了，各位，有没有？就持续输出。哇，队友扛不住啊！哇，那我没了。想，快！怎么会输啊？为什么会输啊？有点纳闷。送他七连败很邪恶耶。太邪恶吗？会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感觉很势利耶。中塔没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体验到什么叫做顺风。然后再体验到是不是因为没电刀才技轮？想当然，想看电刀是不是？干嘛紧出电刀真的很烂，不是紧真的不能出电刀啦！到底谁紧给我出电刀啦？紧出电刀什么意思？要玩特效去训练营玩，太凶了，真的。哎，那想干嘛？哎，关刀就有，帅哥，帅哥要帮他，走，收割，陪打哦，来来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。还在输出 ，OK， 可以，拉一下哦，想干嘛？他回，太凶 ，OK， 怎么对手都好像比较痛一点啊？哪个角色可以出电刀？电刀哦，凡恩吧，林地打野我觉得也是有机会的，但你们得看一下阵容，所以嘛，橄榄球就。还在输出，当然，哎，看一下哦，帮他，炸开，
漂亮，射到，搬一下，搬一下，搬一下，一枪流警还在，哎哎，插高，自己的星星自己拯救，关刀就有，关刀就有，关刀就有，看你表现。哎呀，我该七连败、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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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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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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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他，看一下他。我方蓝 buff 还未刷新，我方红 buff 在冷却中。等一下哦，等我，等我那个、哦。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来来来来，炸到炸到，漂亮 ，nice， 可以哦。注意拉尔大哦，我先收个蓝区，我先收个蓝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。可以。我觉得等一下吃凯吧。没有啦，凯妹，有人说他六连败了，我本来想送他，啊对对，没有。我聊天室是很友善的，各位，聊天室是很友善的，可以吃可以吃，吃了这个你的星星就回来了。Okay. 我跟你讲，平常我是直接上视野攻的，为了他我今天买复活甲，真的真的。哎、欸，小心小心，你不小心说出真心话了，笑死斜眼笑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喜欢五号，吃这个吃这个，哎、欸，高刀就有，我可以点他。他有解控吗？有，嗯，不敢往前滚，神智不知道在哪里。双龙吧，我觉得稳一点。对啊，这波可以 B 团哦。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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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位置不是很好，位置不是很好。哎、欸，拜托一下，拜托一下，你怎么敢这样？哎、欸，瞎换呐，瞎换呐！看不知道我一枪留警呢。我没吃过庆忌耶，真的。瞬杀时刻，各位就是这么凶 ，OK 吧？不用谢了，银河河。哎、欸，哦呦，要大杀了吗？砰！哎、欸，漂亮。哎、欸，我的龙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吃龙，吃龙，吃龙，还有一分钟。来、啊。可以哦。哎、欸，中路可以来哦，中路可以来哦，勾到就有，漂亮，漂亮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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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普攻一下 ，touch 一下就有了 ，OK 吧 ？Wait wait wait， 我带个红，等等来 ，Wait wait，OK，、OK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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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枪留级，要救集体了，各位，真的，来喽，复活甲喽，各位，完全体哦，完全体哦 ，OK， 看好了各位，看好我等一下怎么输出。我先点塔一下，哎、欸，有没有解控可以喊一下吗？我好怕被开哦、喔。呜呼，一枪没有解 ，biang， 就是长这样，各位，就是这么凶。来补攻，补攻，补攻，会不会输出？会不会输出？可以哦，我来喽。biang， 一枪没有解，杀 ！biang， 一枪没有解 ，biang。哎呦，要跳过来了吗 ？biang， 哈哈哈哈一枪留紧，凶吗？凶凶凶！哎、欸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一枪一个？是不是一枪一个？哎呀，哎呀，又圈粉了，又圈粉了，各位又圈粉了，又圈粉了啊！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帮你止败，凶吗？不用谢，不用真的不用谢，凶吗？是不是跟你们讲？那一枪嘣嘣嘣，有没有银牌射手？刚开局怎么说就不知道怎么输，拿三颗头了，对不对 ？OK 吧，各位，九一五哎，根本鬼 ，OK 吧？我直接给他一直嘣嘣嘣嘣嘣，就长这样，各位。我跟你们讲，出这一套就长这样，真的。如果你们出嗜血攻是最凶的，真的嗜血攻，嗜血攻是最凶的。然后之后嗜血攻买完之后，你们后面再把鞋子卖掉买复活甲，最屌，这是最痛的。我个人觉得。紧这一套的话，对，如果说你说什么可能破阵瞬间全能，我觉得前中期可能你顺风超强，但如果你今天到后期干你王者一定是最强，真的。但是有一点是，你们在玩瞬间飓风这一套的时候，你们不要随随便便就乱滚，你们先普攻，那对手贴上来你们再滚，因为这个就是让你打普攻的，然后二技能就
你就二技能缓速，然后可能手上有大就丢，能打到人就打。对，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，你可以射到对手的后排嘛，因为你基本上他只要可能五六成血，你搞不好大绝下去，那个人就死了。This do one， 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英镑吧？这什么意思？手我很厉害的哦，手我很厉害。OK OK， 手我很秀就对了。